天气这么好啦，这么好奇耶。然后他，我们马上走，美不美？我们后面是什么大山？大山，这真的是很绝美啊！这个光线，我们在上山的时候都不知道说天气会这么好。你从 Sally 都知道你很熟，我很熟。对，谢谢你。OK。哇，这个太漂亮了。他不是睡排椅，他睡，不是他后室住元丰。他下个礼拜就可以去了。不知道去了没有感觉，厉害，极漂亮的。那个男二段了，嗯，他六月，他是细绣嘛，细绣。跳妹妹，顶成功，噔噔噔噔，荣耀尾山，我们四姐妹啊，合照一张，三，荣耀尾山登顶成功。
吃了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很棒。再到一二，换个角度哦。好，一二，我们的罗马动作现在才开始哦。哦，现在才是罗马，刚才是热身吗？刚才是热身，因为罗跟马嘛，还少一个马。我们刚刚是上山路而已，那我们就离开罗叶尾山了。罗叶尾山，等等等 ，Let's go！ 罗马动作开始，开始了。很梦幻哦，好细的建筑，很特别的。捡一只手机呢，爬个山还要回去捡手机啊？哎，大家接过来，接过来，翕相喽，头都吐出来。刚刚这里泥泞不泥泞？泥泞啊，抖不抖？很多人单工跑，但是继续走，刚好路你有点。你帮我看路啊。好，直走这段路，你可以倒退。嗯，我们学姐会帮你看。这大客人就从此在挣钱吗？
三姐妹，我们来到狼园帮我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可以啊，狼园帮。三，那些年，我们一起罗马纵走，耶！有些二二六六呢。一二三，那些年，我们一起罗马纵走，耶！你有什么聚焦的？那些年，我们一起罗马纵走。陈雅仔，你要在这里吗？不用了，不用。有拍旗，重点是旗子。好，我们中间的呢？那我那边。好啊。来，那你们那边中间的。卡住旗子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旗子要上来吗？拜拜，吵架吵架。对呀、啊，还叫他快点。这个草茎在这里。草茎怎么长的啊？我们正前方就要离开森林了哦。这里出森林了。机会其实不大。
噔噔噔。耶！多保重，难不难？